时间把它改一下，所以我们其实只是把它贴上之后改了这个 WH， 它本来是 input， 然后把它改成用 request get 过来，那输出的话呢，我用那个 HD respond 取代 print， 所以上学期很多的练习题，每一题其实都可以改。好，剩下我想就是你要花时间啦，自己把那个你要做的效果给做出来。那我刚刚漏掉一个除以百，因为如果没有除以百的话，假如你输入180，它变成数字超大，所以除出来的 BMI 数字太大。OK， 所以这边改一下。那再来，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？长得像这样子，评语，先给一个 BMI 多少。所以你会发现这边应该是什么？前面是一个字串 BMI 冒号，后面呢就是把那个 BMI 的变数放过来，然后前面再串接一个换行符号，再一个评语冒号，把刚刚的评语放过来。OK， 所以这边的话当然其实也没什么，就串接嘛，所以基本上串一个、串两个、串三个、四个、五个 ，OK，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，OK。那我们按部就班来看基本上第一个可以从哪边下手呢？可以从这个 S 的前面，我们可以什么？先加一个 BMI， 然后冒号好了 ，OK，BMI 冒号，后面要串接什么呢？把这个 BMI 它算完的结果放在这里，所以 BMI 好，然后再加。那因为呢 ，BMI 它是一个 float， 是一个浮点的小数点，所以呢，我用转型的，因为它输出一定是要字串，所以用个 string 把它先转型了，好，转完之后的话呢，后面再串接一个评语，所以这边的话我就加一个什么评语，然后评语的话呢，它评语冒号 ，OK， 这边的话呢，那就。再串接，所以加上呢，它后面这个评语，但是呢，最后好像还缺一个什么东西呢？缺一个换行，有没有？如果你现在 save 好了，假设啦，这应该可以看懂，只是说呢，我们把它执行过的话，它会变这样子 ，BMI 哇有啦，但是没有换行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要解决几个问题：一，如何让它换行；二，这边一串太长了，小数点嘛，它是 float， 那有没有办法把它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算呢？ BMI 我要到小数点的第二位，那如果你要输出到小数点第二位，我们有讲过好几种方法啦，第一种方法你用 run 的函数，所以呢你几个方法，一你可以怎么干脆在这边给它外面包一个叫 run 的 R-O-U-N-D R-O-U run 的前括弧，逗点，第二位，后括弧 ，round， 这样子有没有？下一个 ，save 一下，重新整理 ，OK， 好，应该可以看懂了加一个 round， 这样似乎比较简单。另外还有一个用 person 的 ，person 的话是格式化，比较像在 Excel 里面按那个储存的格式啦那这是第一个部分，第二个部分是换行。如果要换行的话这个地方呢要怎么做特别叫我刚刚 run 的，但是有同学可能问说，老师，那如果我不用 run 的可不可以？有没有别的方法呢？其实如果你不用 run 的话，另外一招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string 的地方呢，把它用 person 双引号空一格，再一个 person 再空一格，这个 person 的前面是格式， person 的后面是变数，那比如说我用什么呢？一个 person 点 2f 也可以啦。这个意思是说，我把它右键有点像那个 Excel 里面按右键储存的格式把它改成小数点第二位，然后呢套用在这个变数里面帮我输出。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方法的话它也可以帮你做出要的结果。这个一模一样，但是两者虽然看起来一模一样但实际上BMI 在程式里面的变数内容里面的值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用 run 的它真的是45路了，但是如果你用这个方法，它其实没有45路它只是说表面上让你看起来以为是只有小数点第二，但实际上存在那个
我们的变数里面的值哦，并没有四舍五入哦 ，OK 好、哦，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啊，最后的话，评语哈、哦，之前我们本来是在前面加一个反斜线 n， 表示是换行，就是那个 enter 哈、哦、，enter 的时候的换行，那 return 哈、哦，那这个地方如果说呢，我今天呢，假如我加了这个之后，你会发现哦，如果在我们的程式把它执行，你会发现哎，它有动一下。但是好像感觉是多了一个空白，为什么？因为哈、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在我们输出的时候呢，因为是在网页上面，那如果网页上面哦，特别注意哦，你不能够给它一个换行，它不会支援。如果你要换行的话啊、哦，你要记得就是网页里面的换行符号，哎，特别注意哦，网页里面换行其实不是长这样哦，特别注意哦。如果你要在那个网页里面换行哦，记得哦，这边请你用什么小于大于里面加一个什么 br， 哎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写过这个网页哦 ，br 指的是换行，或者另外还有一个你也可以用 p 啦，哎 ，p 是换段，换行换段，哎，有什么差别哦？其实你可以我们用 br 看一下，给各位看一下哦，把它重新整理，哎，有没有发现它换行了？另外如果说你觉得老师这个间隔好像间隔太小了，可不可以让它加大？可以的，要不就是 BRBR 两个，要不还另外一个吧，那个 BR 改成什么，改成 P 的话是换段落，段落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有没有这个一个段落，这个又一个段落了，意思就是说你丢东西的时候丢出去是丢一个什么，丢一个那个网页上面的一个 tag 一个标签，他才可以看得懂 OK、哦啊、其他当然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字放大一点，像之前我们不是什么、年龄多少是青年壮年等等的啊，我们是丢一个那个什么、标题一对不对啊，我们是做一个 template 啦，不过如果说你觉得那个太麻烦了、哦、教各位一招，你一样可以直接在这边什么加一个 H1 就是标题一嘛、哦、然后呢最后在最后结束要怎么样，要加一个结束 H1， 所以这边最后再加一个把它结束掉的一个 H1、哦、这样子、斜线 H1， 意思是说、哦、帮我把它格式成这样子标题一哦、啊、这样就其实这个好处是你又不用 template 了，不过 template 是很麻烦，有没有要写一堆东西，再不然你就直接干脆怎么样，在输出的时候直接就把这个东西写在这里了，不就简单了？可是写在这里不能写太多啊，写太多太复杂，所以简单的输出用这里，复杂的还是要用 templates 啦。OK， 我们试一下啊、哦，字有没有变大呢？哦，再重新整理一下，哎，马上变大，有没有？这样好像比较快哈、哦。啊，你看按右键，检视原始码，你看原始码有没有？长得这样。但是这种原始码你会发现好像少了什么 HTML 结束 HTML， 但实际上、啊、不加它也可以解析啦，只是说比较标准的是还是要加 HTML 开头 HTML 结束，不然、哦、它其实好像也不会出错啦，只是说我觉得还是标准一点点 OK， 试一下、哦、请各位把最后的结果啦、做成这样子好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、哦，那当然传递引述有方法一也有方法二，不过方法二、哦、请各位自己再 try 一下、哦、因为我想方法都差不多、哦方法二就是把刚刚的那个就是 A 加 B 的那个部分、哦、其实套用过来我想应该结果也 OK， 那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应该是你要丢那个、最后的结果要串接那一部分哦，记得哦，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